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这款游戏叫做《你给的逃》。那继上一集已经回收到了普通结局 No More End 嘛？那我观众也没跟阿曲说到底有几个结局，我猜应该就是 No More End 跟 True End 而已。对，那我的猜测是之前那个小小的碎片要拿到手，可是他还没有说几个，可是我至今已经收集到两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要少拿一个部分，所以或许是我之前那个东西没有拿，那我们就是要再回去拿那个东西，那我们就是稍微的再回去咯。对，这已经是很久很久的那个存档点，然后就是那个该死的又要再跑一次哦。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非常难跑，那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再不由得的说一下，这个游戏的设计真的还蛮棒的，就是它的追逐战是至今阿曲不会觉得太烦躁，它有一定的难度。对，其实你也是那种差一点点或许就会被追到手的那种感觉，你只要好好的灵敏的操控你的，我是右手啊，就是上下左右没有错，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，对，好好的就去玩这个东西，走位其实还蛮好玩的啦。对，就是玩了RPG 游戏的话，其实还蛮多游戏都是操作上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都是靠逃跑型的走位，对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在干嘛？好、哦，好啦，我就是不能一心二用，我要自己去，等下回来了啊。终于跑过来了，阿曲又跑了十几遍了，哦，天哪！OK，然后又到校花时间吧，然后这边的黑化上次已经稍微的看过，所以我漏掉布条应该就是没有额外的问题喽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心里都生病的游戏喽。对。虽然上一集等于说是，女主角跟男主角，说实在，他们不太像是加害者，而是被害者。可是到最后，他们也是无法得到，等一下哦，幸福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还蛮难过的。对，因为最近阿曲前阵子看完，一个韩剧叫做《Kill Me, Heal Me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，因为那款那部作品的话，阿曲觉得还蛮厉害的啊，就是不管是演员的演技也好，还是其实编剧也好，对，他是人格多重人格障碍的问题这样子，然后那应该就可以再做快转了吧？我又忘记我上一集其实在这边又逃了 N 次，不过又是要逃的时间了。耶！这一次等于逃完了，是不是？哇哦！等一下，我要快速的手速了，是。打开，打开。哦，有没有阿曲的手速也是有的，只是上次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哎。纯白的他死了，颈上有大大的伤口，
流着红色的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啊！杀掉我！臭臭，你又来了！杀掉啊！无所差，无所差，吵死了！这是臭臭泥是老爸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，他心中的虽然他是他产生了一个幻想的代表，不过他本身就是代表只是一个丑陋的形象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就真的还蛮像的啊，只是讨喜了一点。然后，是因为你哦。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是不是？是你的错。依旧是我们的女主角。这个笑容。真是太棒了！不过到最后，不过这年龄设定不知道，是在多大？是在高中的时候吗？还是……你看女主角这样被家暴，她也没有办法逃离。然后，其实心爱的男孩子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子这样，他也无法拯救她。毕竟这已经是有点牵涉到家里的那一块现实的因素。然后，如果说你今天要到演女主角私奔好，那到异地什么的，你也是要需要大量的金钱，而且有可能你要背弃父母。对，如果像法律上来讲的话，虽然。这个父亲是家暴，或许，可是他没有让人家发现，社会上还没有承认他这一点的话，或许没有一次性的介入的话，我觉得你说好，这个加害者这一次侥幸逃掉了，又把女主角带回去了，对，因为他是法律上是他的责任嘛，那又把他带回去，是不是女主角就会被打得更惨？那下次不是那？就是男主角杀害掉那个，就是这个加害者的爸爸，而是有可能爸爸就已经先失手干掉了女主角，因为他平常就会打他。哦，那还有我之前讲的那个叫做斯哥尔摩症吗？斯哥尔摩，因为之前稍微再看了一下评论，对，之前那个观众都是阿曲的小老师，有没有？都会讲很多很多，就是不管是阿曲的错字也好，然后还是有可能阿曲想要知道的一些资讯也好，还是这个故事额外的补充也好，所以在这部分阿曲还是非常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，我觉得所有的观众都不管是都是阿曲所有的大大的助力，不管是今天是做哪个方面，对，就是阿曲。只是玩了游戏，又额外吸收了一些小知识，对，不管是攻略组还是什么的，不过尽量还是不要剧透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对啊，剧透真的是一件不太适当的事，对，所以我有的时候会预录的原因是，有时候也是害怕被剧透，对，就是能先跑就跑，所以有可能在。及时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的啊，这边好像都没有太大的不一样诶。我杀人了，我杀了人，爸爸妈妈，对不起。我觉得这边最厉害的是他前后呼应哦，对他的剧本跟他的呈现写得非常非常的好。
又回来了，是这个地方。上了锁，上了锁，然后又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呵，这样的话，阿群应该存哪里？存这边好了。嗯，是你。早上好啊，现在是午安的时间吗？嗯，怎样都好。你是谁？不要每次回来这里之后都问我同样的问题啊，每次都要做同样的回答，我已经累了。在这个病院中，你看起来似乎是病症最轻的，但好像也不是这样的呢。其实阿徐还蛮喜欢这个妹子的，然后这边都一样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不过，嗯哼，贵重品、洗脸用具是不能拿吗？被反锁，很好。看来我要再去睡了。又回到了这里，哇，纯白的红，我一定是从那里逃跑。一直闭上了眼，闭上，闭上，很痛苦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所以闭上眼。再次逃走，护士又来了，还是我没有认真的去看一下，是外面的狗在叫吗？就是我没有去看一下物品栏的部分，其实我应该看一下物品栏吗？欸，他走了，又睡了。我又杀了，不，之前已经杀了，我一定是在逃，因为太痛苦，太难忍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女主角又再一次的出现了，我只是。想看到你笑的里面，哎，为什么？哎，这样的话，阿曲到底有没有拿到出演的啊？感觉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嗯，嗯。对不起，承载了。哎，对不起。哦，为什么对不起的系统是承载了那个什么，那个记录档，哎，难道我拜托你做了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呢？对不起。这是狗狗，这边是放游戏小的容器，可以把某些东西放在上面。这该不会就是那个吧？那个小小的碎片。哦，果然来了呢。嗯，你问我是谁？真是失礼的家伙。正如您所见，我只是普通的小猫。妈，你就叫我做猫科先生吧。说到正题，你想去里面吧？里面有人在等你哦。可是。直到门忘了原本的温度，现在伸手打不开。你问我怎样才能打开？嗯，我现在就会说明，不要着急。你有碎片吗？
碎片总共是有三个，把它们放在下面的容器就会发光，梦到那份温暖，门就会在迎接你吧。我只是想一个用帅气的方式解释而已，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，去试试看吧。怎么了？碎片不足。碎片总共是三个，如果不足够的话，再次回到那个地方吧。这就这样结束，也是一个抉择。给我提示。一个是与白线上的吴世宏，第二个于黑暗的洞口中鼓起勇气，第三个是把身体沉进水中。就在这些地方，分别是那个老鼠洞，还是蟑螂洞。然后刚才的路上还有一个是在浴缸里，不管你要喝的还是排水都可以拿到。怎么啦？碎片是希望和光的碎片，就是所有生物所拥有的温暖。哦吼，我们有见过面吗？可以说有，亦可以说没有。猫科是随心所欲四处流浪的小猫，可能于不知不觉间我们相遇过吧。应该就是当初的猫咪跟狗狗吧。没有事。干嘛啦你们？好，所以其实我这样的话干嘛？等一下哦。所以这是我可以为什么我第一个存档点反而是可以开启的？因为我有跑到最后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好可爱哦。放上去。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不行？啊？可是我这个的确是可以放的才对啊！我刚才跑完了。就我在这边的部分没有做到什么东西，难道是没有帮跟你好好的说完话吗？好，那我跟你把该说的话说完好。我猜或许是我最后刚才把这边直接跳掉，就是那个或许是最后的动画没有看完。或许要看完之后它才会有一个像是记录的存档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试试看。哦，果然没错，应该是你那个片尾没有就是跑完，所以不会呈现一个这个三角形，所以如果你这个三角形就是没有出现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进来这个承载装置的。原来，好哦，所以其实你平常在玩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去玩哦。其实你那些碎片，在开始的时候能拿就拿，就跟平常在回收结局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。然后这超可爱的吧，喵喵喵喵喵，就是因为刚才都看过。还有喵不一样然后放上去吧。温度不对的话是没有办法，好像光明，好像点光明灯哦。丢丢，打开了，怎么啦？没有事，应该可以进去。我以为猫 K 先生会再跟我说一些话。是女主角。这边是我依旧要再到他旁边去吗？这是路口时间好多，时间是一个类似回忆的空间，对不对？时间的一个空间轴的概念。
然后自己也就位。你打算一直留在这里吗？你知道即使怎样逃都会被追上的吧？谢谢你担心我。不是，我不行，因为我是那么的多么的丑陋，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伤害了你们。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，像我这种肮脏被舍弃的狗也好，面临死亡的猫也好，你都把温暖分给我吗？我非常的高兴啊。所以不要哭啊。天哪，我女孩子这个就是女主角已经变成有点怪物的形象了，对不对？天哪，我对大家做了很残酷的事。你太早过自己了，所以你的外表才……他在叫什么啊？等一下啊，我去问一下他。你干嘛？不知道他在叫什么，或许他想要进房间吧。等一下哦。我们家的虎太是一只爱讲话的橘橘猫。所以你的外表才会逐渐变得丑陋哦。有一个人还在等待你去迎接的哦。我还是呢，要去迎接他。他一定在逃，因为我一直都在逃避，因为痛苦，因为难受。雨君没事，我也好，那只猫也好，不能看到你的笑脸，就不能安心成佛。抱歉，谢谢。已经没事了，我不会再逃。我们永远都在你的身边。你伤心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。天哪，所以女主角就去女主角没有死吗？这里是难道天哪，内衣睡衣和衣服就日常必需的东西在这里，有笔记本，写有什么圈圈精神病院二楼，思念你的人就在那里。是谁写的？桌上有猫的脚印。不，猫可先生。垃圾桶里面放有垃圾、点滴的标签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女主角其实根本就没有死。所以在女男主角之后报警之后，其实基本上就是等于救活了女主角，而女主角又因为受伤。然后心灵的伤痛，即使身体的伤痛逐渐复原，他还是不愿意醒来。好像蛮多人有这样的状况，对，很多病人就是即使因为是心灵的受伤，所以陷入沉睡。放有数条毛巾，可是不是我的。哦，全身都有青斑和香叶的烫痕，还有肮脏的身体。
啊嘞，发不出声音。啊，当初，哦不，说起来喉咙的伤，伤，啊，是呢，我被他没有做出令我毙命的伤口吗？对不起呢，拜托了你做了非常残酷的事情呢。不用声音，只要有能够前往他身边的双脚就可以了。天哪，这让阿曲想到一部韩国的漫画，叫做什么？就是女主角是不能发出声音的，然后男主角到最后听不见的爱情吗？听不见看不见的爱情，那一部作品让阿曲大哭，因为男主角到最后也失明了，两个一人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真的是像我们这样交流的人，其实他们的爱表现得非常非常纯粹的那种感觉。天啊，心灵上的。这里是病院吧，走廊一片黑暗，很可怕呢。那我就是，哎，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不是应该要出去了吗？不是应该再躺回去哦？所以，哦，照片，当初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，这是爸爸和妈妈，还有我最幸福的时候的照片，因为回想起来实在是太痛苦，所以把脸涂黑了。照片都已经变色了，可是已经没事了。千万担心我思念我的人的身边吧，去迎接他吧。与家人所拍下的唯一的照片，去迎接他吧。他一定现在也在逃，逃亡的路途也充满着痛苦。那个时候，他向孤独一人的我伸出了援手，拯救了我。所以，这一次有我。天哪！不用再逃，我现在就去接你了。哇哦！不，这张照片看起来也太……因为男主角毕竟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杀掉的同时，就等于扼杀掉所有的精神状况。那如果今天女主角也没有好好的振作起来，就是她苏醒起来，因为其实两个人等于到最后都在逃避，那种感觉阿曲真的不会形容耶。因为我觉得说，其实如果很多伤口，因为我觉得人的精神啊，你只是压抑是没有用的。对，你如果像是曾经受过的伤，你只是放着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伤口不一定是会好的哦，就是有可能你只是无视它，那或许随着时间会慢慢的平复当初所受到的疼痛，因为你逐渐的忘却了嘛，随着记忆的时间的流逝，你的记忆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痛，越来越不痛苦，可是那伤口还是在着，然后其实有可能你多年之后再去正视它，它不一定就已经结痂了，有可能还会发脓腐烂，再次的隐隐作痛。 True End， 醒来。天哪，好棒哦！要前往作者小屋吗？当然。